位于浙江宁波市区的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是不能携带火入内，也不能就是在酒后进入天一阁藏书楼，这个呢是作为他的第一条制度。那么再一个呢，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要罚不与祭一年，或者罚不与祭。如果说子孙无故拿书出去典当，他要受什么惩罚？就是不能参与祭祀。此外，范氏家族还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即外姓人不得入阁的规矩。直到清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73年，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羲才有幸成为外姓登阁的第一人，获准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继他之后登上天一阁的外姓人，无一不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而总数也不过寥寥十余人。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始于北魏，在此后的1000多年中，相继出现过几千座藏书楼，但他们大多都像天一阁这样，很少向普通大众开放。许多书籍就这样被静置在幽暗的书橱之中，不为外人所知。2008年十月落成的杭州图书馆新馆建筑面积达5万平方米，这其中有90%的面积用于接待读者，是目前国内外开放比例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也是我国第一家率先秉持平等、免费、无障碍理念的图书馆。一直没有说你必须要承包了，也是要交费了，必须要出示证件了等等，没有，我们都是自由出入，用那个有人形容的就是说可以自由穿行。那么当一个公共图书馆可以自由穿行的时候，那么社会各种阶层的人就会平平光顾，就是在文化面前人人平等。杭州图书馆在2013年曾被众多媒体关注，原因就是因为杭州图书馆对拾荒人甚至于乞丐这样似乎与书籍无缘的最底层民众也同样敞开了大门。他们走进图书馆，他不是一开始就走进来读书的，他一开始进来实际上是洗手间，或者是他来那搞一下卫生，就是洗洗手啊，洗洗脸啊，然后他走进来看没有人管他，然后他就开始东逛西逛，然后就可以坐下来看书。19世纪中期，西方就出现了公共图书馆，而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是由美国人维蒂华女士
在湖北武昌创办的文华公书林，于1910年5月16日正式开放。百年之后，公共图书馆已经在中国星罗棋布。根据文化部的统计数据，截止2014年年底，全国共有县级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3117个。实际上，公共图书馆它很重要的，它就是在承担这个人们终身教育、社会教育这个角色。就是你学历教育的时候在学校，你走出学历教育的时候呢，在图书馆。图书馆是社会均衡器，在人在社会啊各种矛盾啊、冲突啊比较尖锐的时候，图书馆作为一种公益性的社会机构，它能够起到缓冲、润滑、和谐社会的作用。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称谓之变的背后是人们对于读书的观念之变。那些承载着智慧与力量的书籍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融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大量的都被老外弄到国外去了，国内很少。解放以后，这些人说周六的清晨，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孙敦秀早已在自己的藏书馆中忙碌起来。今天他将为弟子讲授汉简书法的技巧。书法是孙敦秀的毕生爱好，从15岁的初学涂鸦到如今的落纸烟云，孙敦秀倾尽了41年的心血。如今的他在汉简和汉隶上的书法造诣已经颇有心得，许多书法爱好者因此慕名来访，甚至拜师学艺。有的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有呢这些同事啊或者朋友之间介绍呢，来了不少，来进行什么学习书法呀，来指导指导呢，基本上我是来者不拒吧。见比较好一些的有发展前途的呢，我也稍微作为一个弟子来进行培养。现在藏书在往里。这间120平米住宅里的藏书馆是孙敦秀和弟子们的常来之处。藏书馆建于2006年，里面珍藏着书法大家的名帖字画，更收藏着孙敦秀几十年来积存下来的万册藏书。我们来到这个书房以后呢，看到他储存的这些书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吃惊，因为看到书以后有好多是我们在这个书本上和我们在社会上所找不到的一些这个书本，而且呢关于书法的这些词典呀还有理论书籍特别多。我也老给他算经济账，我说你这个买那么多书花这么多钱，他说我把抽烟的钱省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什么那些爱好全没有。丰富的藏书和大量的阅读使得孙敦秀在书法创作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屡获国际大奖。孙敦秀还将自己的书法心得结集出版，至今已编写了《书法服饰指南》《中国硬笔书法史》等12部著作。而在2014年，更因为对读书的热情和影响力成就，孙敦秀家庭被评为北京10大书香家庭。像孙敦秀这样的读书爱好者在中国的城乡何止千万，他们以自身的热情引领了基层读书的星火燎原。除了这些读书的个体，民间各种力量的加入也在有力扩展着中国社会的读书之风。2015年1月31日，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的物外书店开业。这间单店经营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书店，拥有50000种书籍，店面陈列图书达到12万册。书店投资方聘请的总经理是来自台湾著名的诚品书店的陈富珍。
他说他想在武汉开一家好书店。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开一家好书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对想开书店、有书店这样梦想的人其实是尊敬的。那我觉得那个尊敬也来自于我自己在台湾曾经在诚品书店服务了十年的时间。我们一直相信书店可以带给人很棒的价值，很棒的生活价值。那我们也相信阅读这件事情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可以改变一座城市的文明或文化。那这个是我自己所信念跟信仰的。然而，开一家好书店的梦想在网络大潮冲击下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网络的竞争和挤压让许多实体书店都难以为继，甚至关门歇业。是什么力量支持着物外书店能够不改初衷，逆流而上呢？我从1996年一直到2007年，在诚品十年的服务时间，但诚品的前15年都是亏损的，所以我第一个问的人信地产董事长说：“董事长，你知不知道诚品亏15年？”他说：“他知道。”我说：“哦，你知道了就好。”那知道表示他有一个底气，他了解这个行业并不是一个赚快钱的行业，并不是一个回报率很快的一个行业，他需要不断的累积。价值判断有各种维度吧，是吧？那我认为社会价值，为整个的这个大众提供的这种环境，这个我们把它放在更重要的我们的判断标准里面。武汉市民陶炼每天都会乘坐地铁上下班。从铁基路到光谷广场，12站的路程是漫长而枯燥的，而陶炼却能将它变成一段享受的时光，那就是充分利用地铁上的这段时间读书。然而借书曾经是令陶炼费心的一个难题。我和我老公一家人去那个省图书馆借书，有时候居然停满了，停的路上都是。而且呢，我觉得省图书馆要是分散，我们在图书方面呢，前后投入了有8万多种图书，这样一个总的数量。目前呢，就是借阅的这个会员有16000人，借阅的图书的总量呢，到20多万册。只要你投入100块钱的资金，然后你的身份证就是借书证，那么你就可以借任意2本书，在20天内归还就可以，逾期收5角钱的滞纳金。如今陶炼已经习惯于在乘坐地铁之前借阅或者归还书籍，而喜欢读书的他也成为了地铁图书馆自开办以来借阅书籍最多的读者之一。地铁自助图书馆已经成为陶炼最为便捷实用的书库。我觉得呢，我是一个书虫，那么哪里有书，哪里就有我的身影。就像蜜蜂采蜜一样，因为我不仅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借2本书，我还把老公的身份证也要过来了，也借2本，就总共可以借4本书回家。我每天都背着书包上班，一方面是因为照顾小女儿，背个书包方便一些，可以抱着她；另一方面呢，就是当我书包里背着4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像背着四块砖头，哪怕它再重，我心里也甜蜜。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城市功能就是市民阅读的功能啊，市民学习的功能的完善啊，也是我们文化惠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书香地铁是湖北省书香荆楚读书月活动的品牌内容，这样的品牌读书活动在全国各地都有开展。在全国有书香上海、书香北京、书香这个江苏，特别是还有深圳，读书月、三湘读书月，全国400多个市级以上的城市都开展了广泛的全民阅读活动，大概每年现在有这个8亿这个人群呢参与到全民阅读活动中间来。全民阅读是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6年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的阅读概念，旨在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鼓励大众重新拿起书本，而它所涵盖的范围也不仅只是城市。1997年，湖北省浠水县洗马镇羊角桥村的汪新民，从学校退休之后，办起了这座乡村图书室。开办之初，汪新民成天骑着自行车四处讨书，本该颐养天年的他，却给自己找来了一份特殊的艰辛。因为记得有一次有个体育老师，他把书卖到破烂店里，我知道后我去把书买回来之后，路上正如着下大雨，我怕书打湿了，我就把衣服脱下来把书包着，我心想呢，书打湿不好晒呀。我回到家里，我老伴儿大发脾气。他说我个老不死的东西，你是要命呢还是要书？我说命也要，书也要。书打湿了不好晒，我人病了吗？吃点药就好了。图书室的成立，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着羊角桥村。村里打麻将的少了，来看书的多了，而这种改变也从一个村逐渐影响到附近的多个村镇。我们村的只有4个小组，500来个人，出去打工的家里人不多，那么借书的人就不多，怎么办呢？我向周围几个村乡镇的发展。从2008年起，汪新民的图书室被政府纳入到村级农家书屋行列，享受到国家配送图书的政策。农家书屋是2007年开始实施的一项国家基础工程保障阅读项目，也是全民阅读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它的建立基本解决了农民看书难、看报难的问题。截止2012年8月底，全国共建成达到统一规定标准的农家书屋60,449家，投入资金180多亿元。不少成功的农家书屋成为农村社区的文化信息发散地。汪新民的农家书屋就开办在自己家中，从灶堂到阅览室只有几步之遥。或许这最能体现读书的本质，它和柴米油盐一样，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呈现在这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山村农家的温馨场景，在指向未来中国文明前景的同时，也接通了祖辈中国人的千年理想，耕读传家。全民阅读活动也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持续推动。2013年春，中国的115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议案，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全民阅读法。同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始组织起草《全民阅读促进条例》。2014年，国务院制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并征求各方意见。作为人大政府，啊，出台一定的法律，来这个推动全民阅读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非常有成效。你还有，你比如说，有了立法了以后，出台这个立法。公共设施、公共的平台都要有阅读的提供，机场、饭店，它都要提供阅读啊。全民阅读立法不是说要规定你读什么书、不读什么书，它主要是要规定各级政府要有给老百姓呢提供阅读的设施条件。包括财政的投入，包括图书馆的建设，包括书的采购，包括对特殊人群的这个阅读服务，它是更多的是来保证阅读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在一些先行省份，全民阅读的立法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5年3月1日，湖北省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正式实施。江苏省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也已经颁布启动。而全民阅读国家级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在推进过程之中。那你比方说，我们设立全省的全民阅读的委员会。这个要开展全民阅读的指数调查，并将全民阅读的指数纳入我们各级人民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并向社会公布。这个在财政的保障上呢，我们要求要加大财政的投入，要把全民阅读的所需要的经费列入到财政预算里面去。支持不支持一件事，关键就给不给你地。我认为它比钱还重要，因为这个地太贵了，寸土寸金。最中心的地带，如果要建一个殿堂的话，
那就是一个书城，这个很有意思。他就把文化、把这个精神的这样一个场所，变成了这个城市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一个部分。2000年11月，深圳又一次开全国之先河，设立读书月，并一直延续至今。每年的读书月，在短短30天的时间里，由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各种形式的读书活动达到500多项，深圳人称之为文化闹钟。把一种读书活动变成你的生活本身的一部分，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然一旦形成这种自觉读书以后呢，那么整个城市社会这种读书风气啊就会越来越浓烈。阅读是消灭无知、贫穷与绝望的终极武器。那我们如果不用阅读来消灭他们，那么我们就会被他们所歼灭。在深圳中心书城的2楼天台，这家24小时书吧，自2006年11月1日开业至今就没有停业过。8年，近3000个夜晚，书吧的灯火从未熄灭。而类似这样24小时不间断营业的书店，也同样出现在北京、武汉等城市。他们就像一座座文化的灯塔，为发展迅猛的城市照亮了黑夜中的一方书桌，为读书坚守着物质浪潮冲击下的一片精神净土。这灯火也是中国的希望。在中国以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巨人身躯面向世界的今天，文化的跟进已成为当务之急，而一个社会提升文化的首要依托，就是读书的力量。